那这种超时是没有加班费的啊，再加上有夜班的问题，再加上病人来自病人或医生啊什么的，跟他的这个压力问题，加薪饼干了啊，很多因素加在一起，出走率很多。我个人的想法看法，就是说把那个护理人员待遇啊提高，直接就是提高到将近万元。大爱二台今晚10点，今夜说新闻。